这块料子呢种水不错，色也够绿。这个要做成一个手玩件，手玩件我想做成什么类型的手玩件呢？我想过好多，其实这料子做金茶它是最合适的，那金茶我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多呢？考虑另外的题材吧。当然做成手玩件之类的一定不会是做人物，因为人不能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一个龙行天下，我们这里做的是万里长城，从这里一直绕过来的长城，我们是做了磨砂。那其实这个料子它做不做磨砂都一样了，因为它色彩太丰富了。这个到时候我们把它做成手把跟小把两用款，再做一个底座，你想把玩也可以，你想这样摆着也可以。